对，卡洛斯·布鲁诺呢，我们看到资料是2014年的 ISKA 的95公斤四级冠军，跨11个级别。哇，布鲁诺一个转身后板很快啊！哇哇，命中！两击摆拳三次，卡洛斯能不能抓住机会？刚才也是做了一个假动作啊！现在非常强的拳击功底的。哇哦！奥列格的腹，重创奥列格。哇哦！哎呦！膝的这个痕迹比较严重。对。是不是最近体能的储备？啊，双方在近距离。哦！这个转身摆腿比较大的。是的，双方的体重有200斤。哦！哇哦！所以每一拳都非常危险。擂台边都能感受到一阵风啊，这有点夸张哈。好了，速度的移动啊，今天场上一方面是这个体重比较大，一方面是今天这个大动作确实太多，给我们看的惊心动魄。哇哦，连续左拳，哇哦，这就看谁命中。你看，再次低扫，一定要注意。拳手摆有了，转身摆没有，没有。Take off.但对方的防守要比卡洛斯哦，这膝顶住了。哦哦，这个摆拳，哇哇哇！超大幅度的一记抡摆，是的，真的，他们这个大体重级别的都有一锤定音的可能，对，就看谁更准确一点。在寻找机会，卡洛斯不断用自己的前手刺拳，效果不错。对，卡洛斯在一记重拳命中之后，掌握了比赛的进攻的主动性。哦，漂亮！哇哦，隔着这个防守的手臂啊，这力量真的是威胁太大了。但这只能是把这个防守做得更加严谨一点。对，这会儿布鲁诺已经有一点感觉了。对。尝尝哦，这个后手的有点炉火纯青的感觉啊。哦，漂亮！又一记重拳，这个拉开了啊，拉开抡开胳膊往。哇哦。啊，还在找机会，最后十秒钟，最后十秒。I made love to a stripper. First I had to tipple. Fuck it up.啊！红包胜。